龙王三间路标高要的月七一间这一期的路面没的你来要忙谁的摔嘞摔嘞天安乱回路那天命在北七八门有人归你给他家园门我去蓝门来忙不起苦嘛别来归他呀老我们都忙嘎的给他们都归了耶他那晚那么的其实他表达的那么那归他们呀从那来碰回来他们嘛不会去没结果嘛被那关他呀老我们都忙嘎的给他们都归了耶他那把那马的其实他飘下来嘛没那关他们呀送到了风飞了他们嘛不归去